好，欢迎收听今晚嘅动漫无双，我系主持小玲，有马二啦，仲有我哋今日嘅嘉宾，路过嘅灵影，系啦，咁啊固然啦，我哋啊今日其实系一个好值得纪念嘅日子，我好期待啊！呢本今日听见呢个题目已经热血沸腾啦，系咪真说热血三国？呢集兴奋二十倍起码，打强心，我哋要嗰一套系咪前无古人？后唔知有冇来者，后唔知有冇来者，因为呢个世界冇底限嘅。本集都俾大家无尽嘅惊喜，特别最尾几集简直系回回经典，幕幕精彩，集集经典，高潮连绵。即系大家都知道，就系有一套作品，我开咗好耐都话做，但系我一直都冇睇噶啦。奥志，所属原来嗰啲事都有几版，原来呢张支票都开咗三年噶系嘛？系啊，有两沓支票簿啊！冇冇三年咁耐，边有三年咁耐啫？最多一年啫嘛。系咪要放翻啲 record 先？呢套冇三年，我咁呢套冇可能。我终于都喺呢个端午节，我成功咁样睇完佢啦。你叫近咗佢，唔系睇咗佢，明唔明？唔系肯受咗，其实五个人嘅乐趣都有啲唔同嘅。呢套嘢即根本 AG， 即系我即系老实讲，我未试过睇一套根本系睇得我咁辛苦嘅。我亦都未试过叫你睇一套片，你睇咗咁耐嘅。但系客观嚟讲，佢本身系充满创意。我唔否认呢样，充满无尽嘅惊奇。你每一集唔好莫能，每一集夸啲嘅，三五集总有啲位令你哇或者啊。我秉承咩咯？嗱，两集一个小惊喜。三集一个大惊喜，五集一定吓亲你。咁其实你话 AG 本身你话喺开播之前啦吓，咁啊大家都有叫做话你都有啲期待，因为本身就系其实佢揾咗啊纸箱战机嘅创作人啦，啊日野啦，系啊，就佢呢个都唔系期待，呢个当时都引发咗一啲争议嘅。我宁愿要呢个水道精绕过啊嘛。唔系讲。唔係講編嘢嗰陣冇咩問題，唔係拗到唔好大陣先，有拗但唔好大，跟住會講機設、化俾機設都冇問題。真正有拗嘅嘅係講人設嗰陣出現咗公佈就先至出事嘅。但我有嗱原設，即係原設嗰陣真係幾有啲驚嚇嘅，有啲真係。佢原設定係後來先出翻嘅，咁嗰陣你見到就好驚嘅，真係。你以為自己睇緊小飛俠喎？唔係小朋友都有佢，即係啲比例啊，即係個人個樣好鬼，即係啲太空重力，即係佢小飛俠個頭大精當嘅比例，跟住去咗金林咁，你唔知佢點樣出格？唔係，如果全部人都係咁樣比例咧，冇問題嘅。但問題之後幾個角色係呢個世界比例，有啲角色係正常嘅比例，咁你覺得好有異常感嘅樣？我世界大同啫，二次元嚟嘅，我哋都要尊重。唔係咁，因為始終你話佢AGE 原本最初嘅目的就係想打造一部俾小朋友同埋大人都啱睇嘅高達啊嘛，加歡啦，幾好嘅，唔應該原本係加歡啫，想阿爸跟林迷帶住阿仔阿女一齊睇咁。事實上而家係無形鋪都有嘅，有啲阿爸喺度睇無形咧，就阿女就廢走啦咁。唉，教個女都學識睇無形啊嘛，應該。咁你即我唔可以話呢，我哋都唔可以話呢樣嘢錯嘅，因為始終你話啱嘅。高達個年齡層其實因為而家已經越嚟越高啦，已經去到就話佢冇一啲心血去加入嘅話，咁呢個主題會減少啲下一代阻止佢阿爸買無形嘅阻力啦。其實我自己懷疑嘅係。呢樣嘢我唔否認嘅，始終無形係高達嘅最主要嘅收入啊嘛。同埋亦都係真係要開拓下一代世代，因為始終由呢個世代上一個世代有先啦，跟金絲紅咗一段時間啦，但係都數一數都已經係十年前嘅事啦。但係佢啲 game 仲出緊，電子十年前嘅，佢啲 game 仲出緊，佢啲模型仲出緊。PSP 上年仲有啫，我啲人哋而家 HD 化再重播啦，再重播即係再買一轉新嘅模型啦。咁啊，證明好成功啦。證明 AG 幾唔掂，都係個零去 Double O 啦 ，Double O 相對冇咁成功，但都。引起咗嗰個時間有啲，你嗰啲模型我有個問題，好似唔過 AG 入面有任何機有 PG 嘅，我唔係太有留意。HG 都唔買得，你仲出 PG 1:60嘅大佬，佢冇 PG 嘅喎，好似係，唔係好少機有多 PG 係。睇翻佢個擺位，而家喺啲展覽度佢個擺位都
廁所附近。嗯，唔好講啊，都知啦。唔係咁顯眼嘅啫，比較難揾啲啫。同埋唔係咁佔咁多地方咁。即係你見 band 帶香港擺都擺他家人賓利先。大家今日都有嘅。大家要明白呢樣嘢，即係老實講，高達再創作嘅最大嘅源頭機制，去到現時為止。即係其實高達再創作最大的源頭咧，係模型嘅最初，因為。最初跟臨呢個文化可以紅起來呢，好大程度因為 MSV 因為啲模型改裝咗，由佢哋其實好多係佢哋改裝咗出嚟調返轉，有啲人就創作一啲配套落去，跟住再衍生其他嘅嘢囉。而你話就係、是、喔、哦、會應用呢個所謂機人顯即大合成嘅作品、機戰裏面，即係我覺得志田而家其實喺度佢可能係話可唔可以當 AGE 係以前做嘅呢咁就你出場啫，但係我唔係啊！我點練角色？我練到角色 level 十，下個石頭唔見咗個條友。好彩有 UC 就你知唔知？佢肯定係慶幸。冇 UC 嘅話，佢都唔知點算。SD 高達佢都唔放過。係咯、啊，人哋出三個 SD 高達都唔出 AGE 啊！你就知道唔係喎。時辰未到啫，早晚有機會嘅。佢連嗰隻 PSP 嗰隻新嘅機戰咁多隻作品都好似冇 AGE 喎，其實係冇啊。系啊，所以大奇怪入边都有啦，连奇罗罗都有。呢套作品嗰个嘅应受性系几咁高？唔系，应该话佢嘅大家可以传。你应该话佢嘅创作难度，可能已经系升华到一个艺术嘅层面，唔系咁容易能够去采用。反正佢个模型咧，唔系大家想象中咁即系咁咩嘅，因为你讲个销量，唔系销量，即系个可换性系几受。一班模型熱愛者嘅歡迎，我個朋友買咗好多盒嚟台嘅，咁樣佢話平啊嘛，平啫大佬，你唔講。想平之後喺個工藝上亦都有花個部分嘅技術上咧，其實 AGE 唔差。我想問咧，你講嘅呢方面係咪即係個偷交比較少？呢個我就冇深究，好似係啲關節位啊之類嗰啲做得比較好嘅。嗱係啦，咁呢套作品究竟有即係話嗱，我哋都係話一套作品嘅深度源自佢嘅故事嘅內容啦。其實咁我哋嗱。呢套作品真係好罕有地啦，其實好多你話機人片嘅作品可能都係分兩個世代就完結咁啦，罕有地二加一三分三個世代去演繹阿爺個仔同埋個孫，係三代爺，三代恩怨情仇，豪門風雲。第一代開始嗰陣時就喺呢、這個Grida Villain A G 一八年嗰陣時啦，唔係應該咁講故事開頭 A 背景一 A G 一零一年就係、是、又係例牌殖民衛星俾人射爆夠啦呢一例牌。大家係可以塞入我高達嘅第一集落去，跟住換咗啲人名啊、地名啊。而家好多機人名都係咁樣。係啦，咁啊好不幸地啦，主角嘅雙親啦，就係、是、因為喺呢個殖民衛星嘅衝突。得佢老母啫嘛，佢老豆都唔知喺邊嘅。我諗都死埋㗎啦。唔知先係死雙親啊，定係唔使驚呢啲。總之死曬啦。所以就變成一個有嘢三個打架啦。咁啊，佢阿媽臨死之前就將一個 AGE 嘅 system 就托付咗俾佢個仔。個殺你埋啫。托付俾佢個仔喎，咁佢都死啦。唔係個系統，如果係咁重要，佢唔係應該點樣俾？即係點解嗱，好似 UC 咁樣，應該係由個阿爸交俾你咯。唔係，我唔係話呢樣，但係呢樣嘢咁重要嘅嘢，唔係應該我嚟貢獻咗俾個社會或者之類，或者俾人徵收咗嘅咩？嗱唔清楚，因為嗱佢設定裏邊啊主角嘅明日野家其實係喺呢個 MS 嘅開發方面係高人一等嘅。同埋係呢個生產霸權。換霸咗一啲秘技啦、哦、技術啦、專業版權啦，唔准你用啦 ，MS 所有啦。咁啊，因為一個即係咁年輕嘅情況之下就死曬老豆老母，繼承曬所有遺產。喺佢面前咁唔多唔少呢條友，肯定個心理一定唔多正常噶啦。唔係，我覺得你錯。我唔覺喎，好多年輕嘅時候死曬老豆老母，個下場就開後宮。你明啫？佢心理正常係因為山田死咗嘛，唔關佢老母死啊嘛。唔好講到咁口絕。啊，我哋繼續講緊。係啦，咁啊，到佢長大之後，喺佢長大期間，其實咧設定上好似係咧有零星嘅襲擊嘅，但係就襲擊唔再襲擊到主角嗰邊。跟住唔知做咩㗎，你好友善嘅。你要知道，我都係嗰句，我一開頭一定要嘅 ，U.E. 係一班好友善嘅創新者，好 nice 嘅你。即係呢個係一個謎嚟嘅，但係呢個要賺。跟啱 A.G.E. 咧喺呢方面咧，呢個佈局線咧真係一流。我未睇過一條伏線令我咁拍爛掌。佢第一世代、第二世代佈足兩個世代嘅謎，去到第三代終於解咗。仲係好合理，
拍曬手掌嘅。係啦，但係大家我知道你一定要慢慢解球，你一定唔會俾我講。你慢慢解球。我有疑惑，點算？放心，臨尾會再講你一個講得爆嘅問題出嚟嘅講。而家即我哋即係主角第一件，佢覺得佢係佢呢個思想上有問題嘅，就一樣嘢就係、是。在他研究這個外星人的侵襲路線的時候，他研究到就說下一個襲擊的目標就是他現在身處的殖民衛星。他第一件事不是說給他現在身處這個殖民衛星負責人的養父知道，是說給他阿 Sir 知道。很合理啊，有什麼疑惑跟思想談的嘛。是一個兒童向作品就對，合理教育嚟噶嘛，有問題同師長講噶嘛，學校老師傾噶嘛，明唔明噶？佢呢個其實要分下佢呢個學術問題啊，定係一個保安問題？可能係當係呢個係學術問題，佢唔當係呢個人身安全。點解要同師長？佢可能係話呢個機率問題嚟嘅，呢個係運動理論啊！佢喺度經常研究緊運動理論。其實嗰個係數學堂嚟㗎，大家誤會咗。佢只係借咗一個主題，由外星人侵入。其實佢都係隨口噏嘅啫嘛，佢唔係真係知㗎。唔係啊，就咪先四七八八得佢呢兩個，應該我同你一二分一嘅機會啫，肯定係㗎啦。咁固然啦，你話呢件事即係你話啊，佢不得不提就係佢養父啦，佢養父作為一個殖民衛星嘅最高負責人啦，咁啊，其實開頭呢一聽到佢嘅回憶裏面呢就話嗯你就係明日野家嘅人，我諗住就話呢條友係貪圖明日野家嘅財產，然後已經係接近呢個細路。咁啊，當然作為一套兒童嘅作品，唔能夠寫到咁黑啦。其實係咁，我覺得係。咁所以唔黑嘅程度係咩呢？當個細路話我要做高達，咁佢老豆我要做高達唔係撒拉講嘅咩？唔係我要製造高達，你講好啲喎，唔該。我要製造高達，咁佢就俾咗一個一比一嘅模型牆俾佢去。可能對佢嚟講唔係咩錢咧，係咯，等於買盒模型。買盒 PC 俾個細路咁，即係買啲唔係話買飛機遊艇，你咁講，可能個高達一比一高達好平嘅咋。對佢嚟講根本唔係錢嚟。我絕對承認，因為其實咧喺成個 AG 嘅作品裏邊咧，都係講俾你聽呢個聯邦政府係幾咁腐敗嘅，所以佢養父都係咁腐敗，形成就係佢。其實呢個又係一個神跡嚟，腐敗咗成百年都冇事。點解？嗱，而呢樣嘢合理到就係、是、延至第二、第三世代，點解第一代主角係可以有咁多不解之謎呢？就係、是、因為佢喺佢養父嗰度學咗好多好腐敗嘅技巧。我絕對深信。呢、這個又可以，呢、這個就又係一個其中一個神髓。咁咁當然啦，主角開口中啦，就真係有 UE 嘅外星人就襲擊呢個烏鴉口。咁啊，呢樣嘢不得不提，我哋要提翻呢樣嘢嘅就係、是。作為呢個高達製造高達之後啦，咁通常咧第一位嘅駕駛員嘅默認咧，都通常都唔係主角嘅，都係會有一位叫做成日都係話 Ace 嘅駕駛員，係一個好黃牌駕駛員，就已經預定咗俾佢去駕駛。但係呢位駕駛員咧，大多數喺唔同嘅高達作品裏面咧，佢係未上機就死咗嘅機率係高達接近 100%。哇！插田冇死到啊！咁雜冇死到，因為嗱，因為係兒童性嘅作品啊嘛，咁唔可以死太多人噶嘛。你見佢啊？繼續講落去，一陣講。咁啊，當然其實你其實主角，我根本上就係主角一開頭就冇預計過俾佢個 friend 揸呢部高達。從邊一方面睇到咧，就係佢個 friend 根本上連個控制器都未攞到手，根本交我出去。因為佢揸實啊嘛，搭車又俾你揸，搭條車死我都。今晚你幫我揸車，但係小姐死我袋。唔係，肯定係佢主角想營造就係話。命中注定嘅，唔係高達淨係會，我先係高達。有咩我先係高達人？講我哋高達，高達是我的玩具。應該話哇，即係呢啲勇者片嗰啲就話，我係命中注定要駕駛高達嘅駕駛者，即係其他人係駕駛唔到嘅。命中注定救世主，你開條線邊個駕駛到啫？咁固然啦，其實一開頭係好多人都極力阻止啊主角去坐呢部高達㗎啦，因為年齡是一個問題啦，叫他去海洋公園啦，唔係可能班 friend 太熟悉他呢條唔好，我哋為咗自己安全感。我唔敢肯定，但係咧，即係嗱，最終就係、是、開頭極力反對，然後跟住咧就話危險要去避難，危險要去避難，咁然後跟住咧到其實佢避難避啲邊個先？到主角爬咗上部高達上面，講一句相信我啦，跟住主角作為 X 超能力者之前，佢第一個能力先覺醒咗。誰得？相信我之術。唔係呢個係 ACG 嘅特技嘅裏面，如果日機戰一定可以有一句一語誰得呢個咧，佢哋永遠都係兩三句説話，就令所有人都
你支持堅持嘅會出化為烏有。我堅持嘅能力咧，只可以堅持到兩句説話嘅啫。第三句就投，第三句就突然之間性情大變。呢兩嘢其實咧，而一出擊嗰下，我就發現出一個好大好大嘅問題。即係通常啊，大家都知道㗎。頭先阿Sir都講咗啦。好多好多嘅橋段，你套落呢套高達裏面作品都係，呢套裏面都有一個橋段。一入到部機裏面，主角第一句嘢會問啲乜嘢，就係有咩武器呢？但係好遺憾的一樣嘢，喺 AGV 方面呢個係唔多實用嘅，因為呢部機係佢整出嚟㗎嘛。一個佢整出嚟部機，佢問呢部機有啲咩武器？可能細得就細個諗咧，你真係細個諗嘅嘢，大個唔好記得㗎嘛。你明唔明嘅啫？部機佢掛名，佢發明啫嘛，關佢事。齋簽淨係負責簽。係咯，細路你有繼承遺產，你簽個名得㗎啦，整部機名。我可能淨係負責外形設計咧。出橋咯，出完啲橋整唔整到唔知喎。咁啊，都慣例嘅，即係都慣例嘅，係一定係有淨係得激光刀或者淨係有呢個斗炮嘅啫嘛，咁呢個都呢個放過佢啦。咁呢個都係第一集就循一般嘅，亦都一如大笨高達咁啦，咁啊搞掂咗敵人啦。唔係，其實嗱，應該咁講嘅，第一集即係好多唔同嘅高達嘅作品啦，即係一開頭話敵人來襲，咁通常都會顯得就係敵人嘅駕駛員嘅技量啦，即係或者係佢嘅駕駛技術啦，係比駐軍嗰班人係高幾倍，即係佢哋係完全係打唔中佢嘅。但係咧 ，AG 嗰度就話：我怕咩俾你打中啫？你都射我唔痛。科技幾差嘅。咩咯？似頭先阿 Shadow 咁樣，就係佢想顯示就話：我外星人同埋呢個聯邦軍佢哋嘅技軍事力量嘅差距。我以為你想講佢先係外星人添。但係呢個其實喺呢度咧就有奇怪，咁點解呢嗰十幾年完全冇事發生嘅？軍事能力個差距去到咁嘅地步，點解仲可以相安無事十幾年？首先我呢個就要第三步就會同大家解埋。唔係，首先我哋嗰度我第一個應該疑惑嘅問題就係，既然最終就呢場戰役就高達就一嘢就打爆咗兩部嘅外星人嘅機體，一部啫好似係外星人嘅機體啦，然後跟住就令到士氣振奮啦，但係。我就留低咗一個謎團啦。既然部高達即係喺佢哋嗰個嘅期望值裏面咁大，點解唔可以整多部出嚟嘅咧？啊，當然好多嘢都量產唔到嘅啦，成嗱佢都講過一樣嘢嘅話，因為 AGE system 咧係唔能夠量產嘅，要跟機喎先。咁 AGE system 咩嚟嘅先？點樣整出嚟嘅咧？係咯，能夠整出嚟嘅就應該可以再生產多部。我會用一個比較大家會容易理解嘅概念，就係 AG system 就係一部 3D 編碼。唔係，我用 3D 編碼都可以生產多一部 3D 編碼。我錯啦，你應該話普通嘅 engine 唔係，正確啲講啦 ，AG system 就係樹齡係唔可以量產，但每項係周街都有嘅。後面啲機體係量產嘅機，可以裝 AG 嘅武裝落去噶嘛？你部機核心唔可以量產咧，但係武器可以量產噶嘛，大佬？你睇到槍可以量產啦？係啊，冇喎，唔好意思係冇。部機唔可以量產，支槍可以量產啦啩？咁啊，唔係嗱，因為嗱佢嘅解讀就係話，因為 AG system 係同呢個跟動係連動嘅，佢係會利用嗰、那個佢承繼住佢阿媽嗰個嘅操勇者機械。算啦，呢、這個第一個勇者式嘅解釋嚟嘅。而接收呢、這個。接收呢、這個數據，然後跟住就會令到高達就會進化。話俾你聽，博特睇無緣故，啱先講。其實一對動力個 AG system 點解唔可以生？點解唔可以再生產多一部？已經完咗啦。咁跟住你喺呢個途中啦，咁跟住就係呢個殖民衛星嘅撤出大作戰啦。例牌啦，就係一直撤出嘅。咁你撤出就係好點解第五話開始撤出？硬係啲人走唔到，要坐上隻木馬航空，坐喺度子彈度。所以我記得第一幕係我記得印象好深刻。係，我哋而家要脱出冇車，高達你自己行。係係。我呢幕真係，我覺得真係百萬送獎。然後跟住最重點就係咩咧？佢哋去到隻艦度話：高達嚟咗未啊？我諗到百萬送獎。你佢行咪飛喎，咪行咯。行咯，高達自己行，唔係我哋冇車載你。你要知道後面都繼承呢個精神，你見到高大會開咗噴射器喺度跑嘅。唔係你即係你呢樣嘢，即係你佢就其實根本上依家呢次嘅撤退行動咁緊迫，就係因為開頭就係你要部高達去幫你手，但係你叫部高達你自己去咯。我哋冇車，喂你快啲趕過嚟啦！我冇車俾你。而衍生咗就係咩咧？即係
好似頭先講，如果我哋假設就係呢班人知道主角係唔正常嘅，你就知道佢係唔會正常去照你指令去做嘢。佢第一件事跟住就係咩？見到條女，佢救女先。佢好正常，我揸咁。呢個係一個正常人嘅取向。我揸法拉利幾隨條女停低車，喂，靚女上上車啊，咁樣咪好正常咗得。你嗰啲嘢好合理。嗱，呢個新車幾靚啦，喂，放嚟坐。呢集已經係屌到呢個成個精髓所在。好多集都係類似啲咁嘅情況。我哋好需要個高達。有佢喺嗰度，快啲嚟救我！我冇車俾你，我哋冇車費喎，慢慢行啦。但係好急嘅喎，快啲嚟救我！唔係同埋呢樣嘢其實咧，嗱，如果佢唔係救咗嗰位女主角叫做咩啊 ？Yuli 沙田啦，真係肯定主角係唔識路行嘅，因為喺故事第三集裏邊咧，佢係教主角點樣行出去呢個殖民衛星裏邊，即係換言之就係主角係唔識路嘅。唔係主角唔識路唔係問題。一個咁先進嘅系統，地圖都冇，知住嘢，仲衰大件事啊！你話仲衰過部$700嘅沙寨手機，唔係你明唔明咧？嗰部 AG System 係佢阿媽死嗰陣俾佢噶嘛，係到咯，冇量產嘅價值。我而家出知名係點樣產？一量產就俾人知道，咦咁廢嘅 Angel 都勁過佢喎，大佬死啦！地圖都冇。然後當然嗱，我哋不得不提佢哋第一個嘅戰術，殖民地撇出戰術。撤出戰術就係咩呢？就係將呢個所有嘅居民啦，就收咗喺呢個唔係南啊，核心就係升咗一條心喺嚟，跟住然後跟住拉佢出嚟，跟住咧就連整即係叫做將殖民地即係一部分人拉走，然後跟住撤出啦。跟住最大問題就係、是、大家諗清楚一樣嘢就係、是。在技術力完全不夠對手的情況之下，而人家的機動力高過你，而人家只要在那裡射一槍，你裡面的居民就會全部飛走了。咁呢一個就都情有可原嘅，嗰刻我哋真係冇乜橋嘅。你係咁講，應該係設計者路，即係整得食物衛星，尤其呢類咁嘅太空嘅咁唔安全嘅地方，你嘅逃生出口及塞咁少嘅話，係咪設計者嘅問題呢？即係逃生倉唔夠用嘅係。咁你咪問下阿古哲斯咯。咁固然啦，咁喺裏面即係我哋今次主角就其實冇乜機會開所謂叫做開無雙啦，因為其實佢最主要咧就係、是、其實佢錯嘅，即係成佢有咩啱嘅？佢2018年嚟，除咗臨死之前嗰嘢，都好似冇乜邊嘢啱喎。有哈魯唔戴，大家知道哈魯係加依個命中滅嘅醫生嘅。唔戴嘅情況出，好彩佢有條女，條女都唔可以加命中滅十噶。點樣加士氣值加魅力值啊？加唔到命中滅十嘅喎，你條女有啲特別，條女係哈魯變出嚟。即係咁喺個即係喺個脱出戰個環境裏面，咁當然你就話佢做咗好多危機啦，就係脱出嘅情況之下，無論就好似話突然間俾啲嘢卡住咗啊，成啊，然後跟住即係佢養父其實都好犀利嘅咯，其實。都不得不嚟佢養父邊方面？內打能力同埋腦殘方面。咁呢個上嘅全部戲都係同一個呢方面。呢方面呢啲叫佢成套嘅基礎能力，就喺呢兩方面特別突出嘅。即係佢真係好偉大咁樣就話哦，任即係成個殖民衛星嘢咧都係可以自動嘅，但零零四四咧係脱出裝置咧一定要人手搞嘅。呢、這個唔係要合解嘅，好因為好緊要嘅自爆裝置，類似呢一設定，你冇理由保險師都要自動嘅，咁唔係保險師啦。但最大問題就係咩咧？原來保險師係唔止得一個嘅喎。原來佢話：哦，呢、這個保險師壞咗，我唔緊要，其實我仲有另一個保險師。一路嚟講，我真係好難，我嗰下真係擔心話，你唔會嗰度突然間壞咗嘅話，其實我仲有最終嘅手段。點啊？即其實呢個殖民衛星係好多保險師嘅，我都覺得係。咁都唔奇嘅。啱啱前面一個，中一個，後面一個，咁你跑快啲。咩都合理嘅呢個都唔算太過分。又唔係 AG System。唔係以佢套戲嚟講已經好合理嘅。啊咁，哇咁其實跟住就係因為喺呢個AG System 啦，咁喺分析咗第一次佢打低對手之後啦，成功就用佢嘅 3D 編AG System 嘅能力啦，就首先就做咗一支步槍俾佢，即係我實講話。首先咧，我哋要慢慢講，即係會之後會慢慢講。AG System 係有幾咁偉大嘅，咁啊做咗一支強力嘅步槍啦。佢嗰支唔知叫做咩螺旋槍定係乜嘢？咩啲光槍係螺旋式咁射出嚟嘛？嗰個咧，佢話嗰個螺旋來福槍啊！佢話佢應該係。系啊，你應該唔係激光嘅。我記得佢已經係粒子槍。我記得我之前套租過嘅，佢話螺旋來福槍啊嘛，但來福槍就係一定有螺旋噶嘛。來福槍同滑膛槍分別就係佢啲子彈識轉。咁然後你話螺旋嘅來福槍喎，
咁 double 螺旋力咯，明明就 double 螺旋力啊！安全到咩 ？double 癫仔啊！咁啊，當然就出有咗支槍嘅情況之下，咁其實誒用即係 TDP， 即係大家都睇到個 BDP 卡嗰個能力㗎啦。睇唔到喎、啊。唔係，我其實我疑惑佢入邊材質係咩材質去戒嘅咧？我即係啲發泡膠落去會唔會戒發泡膠槍咗咧？所以咪話 A 頭先影彈咪話咯 ，A G 嗰啲嘢好改咯，唔偷膠嘛，我點改都得。唔係咁平啦，其實啲塑膠板解出嚟嘅啫，係，嗯，我明㗎啦。咁啊，跟住就喺呢場，即係最終你話，即係呢場撤出戰裏面，其實我成功就將救出咗所有嘅居民啦。冇死一個人啊，好開心啊！阿文死，佢養父死咗啊，你啊！我唔好理佢啦，唔好理佢，唔緊嗰條友。跟住大家誤會咗佢，大家突然之間，之前誤會咗佢，唔緊要，佢死咗，唔知佢有冇內疚。我諗冇啊，唔係，因為最終。最終養父同佢講話，同主角就話成為救世主啦，佢就死咗。哎呀，弊啊！咁就係呢句出誤事害咗全人類，就係、是、呢句嘢。即係如果歷史要留一筆嘅話，呢條友係千古罪人嚟噶。佢啱啱係夾個戰犯，因為留咗 A G system 俾佢個仔，而佢嘅養父就係令到佢嘅觀念完全錯曬。咁我想知阿亞媽打係咩啊？我亞媽打呢個啫。咁當然你話故事嗰度嘅，咁其實就話哦。即係佢都會講就話，哦，艦長其實唔係真係艦長嚟嘅，佢 A 貨 A 貨嚟嘅，佢係搶咗呢隻艦，成為呢個隻艦嘅艦長，真係當然又係好偉大啦，即係作為一個艦長嘅 hacking 能力，佢都真係好高，可以隨便篡改呢個聯邦政府其實佢都好彩嘅，就係佢搶咗艦，咪即係仲沉咗咯，點解？唔係啊，佢幾意圖向下嘅，佢搶咧唔係落，佢唔係射死呢個聯邦艦長，佢係咧嗰啲麻醉就捉鬼咗個艦長算㗎啦，好善良。其實佢都真係幾善良嘅，因為其實佢都知道咧，就係主角嘅青梅竹馬其實喺附近聽咗佢講嘢嘅，但係佢都冇狠下心腸去殺佢，即係兒童向嘅嘢係真係要善良啲咁咯。你唔俾佢係羅莉控或者妹控啊？呢樣嘢我就唔能夠去界定佢係咪啦。呢套兒童向㗎，呢個冇乜劇情。咁、故事就啊講呢位阿艦長啦，其實佢就希望就攞住最新型嘅艦，新發艦啦，超級武器啦，係啦，就去。反擊呢個 U.E. 嘅軍隊嘅，One Man Army 咁樣係咪？一隊一格男打人。咁跟住其實咧，喺第一世代咧叫做比較有個比較正常啲嘅角色咧，喺之後就出現咗就係白狼呢個角色啦。典型嘅 Ace Pilot 啦，每一套跟輪都有，主角身邊一定要出現嘅。係啦，即係作為一個導師角色，大家都知道，即係主角揸機嘅能力就真係都叫揸，但係有部機啊嘛。機體威能搭救，係咯，主角威能啊，機體威能啦，技術就唔好提啦。其中啊，不停有啲遭遇戰就其實都叫做教，即呢幾集咧，即係話我唔可以話佢差，即係呢個就好平常嘅套路嚟嘅啫。其實一白狼嘅人資深都係正常，啲劇情都應該唔會有咩太走樣。應該話白狼先係好正常，因為其實好老實講，即作為主角呢啲，即我哋喺高達裏面就係成日咧，高達揸住嗰部機械人之後咧，其實明明係最新型嘅，但係咧個 Ace Pilot 咧，佢永遠唔會揸呢部高達嚟坐嘅，即你就要知道其他高達嗰啲係幾咁異常，白狼係幾咁正常嘅喎。喂，有部勁機，咁作為 Ace 王牌駕駛員，梗係我坐噶啦。唔係，佢覺得揸自己嗰部幾勁啲啊嘛，佢揸白色啊嘛，唔知點解，要特登搞咩非法山寨改裝啊要。噴緊白色，噴緊白色呢樣嘢就算，但係我唔係喎，噴白色好緊要，你有冇改個模型㗎？係咯，紅色好緊要㗎，知唔知啊？一定要嗰個色緊要。噴曬白色，或者魔械色能一樣，都要噴紅色，唔好意思。即係而去到呢、這個即係中段嗰度，其實而去到就係話哦，不得不提就係、是、哇 ，A G 即係叫做 A G system 啦，經過咗多次嘅戰鬥之後啦，去到直至一次戰鬥裏面，就係講緊去到佢哋其中一個嘅站嘅住腳點嗰度補給嘅期間，去對付一個超硬嘅敵人嘅時候 ，A G system 發現咗要對付超硬嘅敵人嘅方法就係要比佢更加硬，幾好嘅 system， 好合理啊，冇問題啊，佢深思熟慮啊嘛，呢啲係小學雞式嘅諗法，好簡單。唔夠人哋咁硬就俾啲咁硬裝下你，唔夠人哋快就俾啲咁勁嘅噴射器俾你。你咁講係錯啊！應該係小學雞要中意講咩？我而家呢個無限啊！我而家要反無限啊！係嗰啲 level 咁。超級無敵反無限啊！即係作為一個真係，但我想補充咧，呢個劇情之前咧，係主角有一個疑似宿敵嘅咧，出嚟養一養過嘅。啊，那個靚仔啊，係啦，哇！嗰集咧，大家咩事？養一養。Ava 嘅柱咯，拜拜。Ava 嘅柱咯。咁樣一場高達，我揸完啦，唔好玩，唔好玩，拜拜。你做個玩具都唔好玩嘅，想點啊？玩夠啦，我走啦，唔同你玩啦。
係啦，嗰集係完全大家 O 曬嘴嘅，跟住我趕住搭地鐵，都話呢部係玩具嚟嘅啦，俾一幾個高達玩具啫。講翻喺個 HE system 嗰度就話，哦，即係大家即係證明聯邦政府嘅軍事力量點解咁差就係，而最基本諗唔到就係重裝，即係你喺個故事裏面咧，喺第一世代裏面，你係未見過所謂咩叫重裝型。高速型嘅吉姆嘅，佢哋只係有通常型嘅吉姆，所以其實 A.G. system 係攞唔到，即係攞唔到啲，因為佢哋冇資料參考。因為佢哋個腦有問題。其實 A.G. system 對比起嗰個時代，佢嗰個人其實已經係好聰明，可能好超前。對以聯邦軍人講好超前。原來部機加啲隔口應該會好大啲，原來我唔知喎。啊，當然不得不提就係，啊，換裝嗰方面，哇！真係我開頭睇到個換裝。我簡直係嘆為觀止，原來真係開頭點解我就話呢部係自身自己話換裝真係成隻手換嘅喎，原來佢嗰陣出玩具係分開三個 part 嘅嘛，手腳身咁樣咯。冇嘢 ，sit deal 事喎，係可能咁嘅。唔係 ，sit 就係裝備，唔係我 sit deal 事個換腳嘅成隻換腳。但係你買玩具係成嚿俾你嘅話，唔會獨立拆開自己一嚿嘛，係咯。sit deal 嘅鎖絲就試過獨立拆開㗎。其實之前一條嘢設計啫。係啊 ，TV 啊，其實係 Little 兒嘅設計嚟嘅。係。係啊，但係即係呢個嘅設計就係成隻即係手換嘅簡單就係真係一個模型嘅得插落去就可以換到嘅咯。佢真係模型嘅縮位喎，係嘅，係模型嘅縮位真係見到。易換係冇所謂嘅，不過係嗱，即係對我嚟講話，對呢個小朋友嚟講，咁樣嘅變形係咪好吸引咧？呢個咪叫變形大佬。咁呢個換裝，呢個換裝係好吸引咧。呢啲咪會有保留？電腦戰啊，唔係電腦戰機，紙箱戰機都。咁嘅做法啊，自己砌可能吸引啲。呢啲唔係似人肉叉燒包咩？但係咧，佢最得意咧係嗰個重裝型咧係出拳嘅喎，佢個高達嘅機動武鬥轉。係啊係啊，美國之美國之星咁樣。美國之星嚟嘅喎，跟電控嚟嘅喎。隻手會隻手會轉嘅。以為出完之後打翻個中文字，金粉落下拳咁樣，跟住冇喎，幾失望啊！有個龍捲風打出嚟咁樣，跟住定格咧，打翻中文名，跟住有四條女集中拳拳擊咁樣。冇噶，冇意思。我知高達係冇噶，陰功。咁啊，咁啊固然，因為其實喺呢度其實阿艦長係想請呢度嗰個殖民衛星嘅某啲嘅勢力人士協助佢去反擊呢個 UE 啦。咁佢都知道作為得一部卡，即係得一部卡嘅高達，佢正常嘅 Ace 嘅話，其實係唔能夠啲咩作為嘅。即係阿艦長都有俾翻少少基本知識嘅，其實呢個艦長都幸好。咁啊，當然佢揾咗兩班就係、是、哦，原來佢喺度鬥爭緊嘅。咁啊，最終就主角又再次發動佢嘅能力，説得。說得一語說得，他的能力不是說得那麼簡單，說一次就將兩個派系這麼多的恩怨情仇一夜之間一句吻恩仇，一句吻恩仇，這個真是神中之神。其實他一開始就跟外星人說句話就行了，打得是人類，打得是宇宙居住的人類，然後想殘殺呢嗱我不說錯，我忍住不說錯。他原來就是在他終於就說組成咗呢個叫即係哦，終於可以因為主角嘅關係，令到殖民衛星兩個勢力裏面嘅團結一齊，去協助佢去對抗 U.E. 嘅軍隊。咁一出面嗰陣時就哦，因為阿艦長大家都知道係冇牌噶嘛，咁啊聯邦軍嚟追數啦。我覺得唔關事啊。首先就我想吐槽一下，其實幾揾嗰兩班嘢仔咧，大家見到啊，嗱一場巷戰嘅，即係有一班 U.E. 又走入嚟搞事，咁兩班人去打咧，你見到嘅城入面架起咗城牆 ，O.K. 冇問題啊。咁啲卒仔喺巷戰打。唔打文具都得問題，但你見到成班嗰兩派係打啲機體，係咁射子彈啊，射咗對面嘅係。咁安全啊嘛，大家玩下啫，唔好咁認真啦。佢哋兩邊都幾好 friend 睇個樣，大家都又玩唔乜約埋打場野戰。我唔好咁啦。我唔介意佢話揾幫手啊，男仔揾幫手，但揾啲勁啲人好唔好咧？揾啲咁廢嘅乜鬼啊？你有資源勁，可能假期約埋打下野戰。窩街頭一邊窩 game 為㗎。窩 game 嚟㗎嘛。因為艦長係背叛咗聯邦軍㗎啦嘛，佢其實已經即係佢唔可以揾正規軍去。所以咪去啲野戰場收下靚。非常辛苦啲黃小虎呢翻嚟。嗱咁其實你分得翻嚟，其實聯邦軍其實嘅戰術都幾高嘅，因為一個包圍戰術就完全就將呢個包圍戰術唔係最基本嚟，有咩咁高啊？呢個係 A.G. 嘅世界，世界裏面 A.G. 世界識包圍啊！你乜幾神跡啊？只要我錯咗啊！包圍簽俾佢。呢個包圍戰術就包圍咗呢個哥幾號啦。咁就跟住就逼佢哋投降。咁啊。所以跟住又話 ，U.E. 又再一次表現佢嘅親善態度。
佢就知道呢只男俾人為咗有危險，主角有危險，我哋救佢，為救趙。咪住咪住，有一套都呢條戰術嘅。佢好似話開頭用閃光彈閃一閃，跟住可以某啲機埋身噶嘛。但問題部機有雷達嘅喎。喂，唔係佢用好馬虎嘅啫嘛。你見只男手中個彈就發現咧。頭先 Shadow 已經喺較早前已經講呢樣嘢㗎啦。呢部如果連咁先進嘅 AGE system 都冇所謂嘅地道系統，你認為只男會有鎖匙系統？只男成日有啲人坐曬喺度，好似喺度做緊嘢，但我就成日都諗唔明嗰班人做乜嘢。佢咪食可能上緊 Facebook。冇Facebook 噶嘛，有啊。因為你見到成日好多次啲人，啲男突入咧，啲 MS 突入偷襲咧，好似冇反應嘅就。去到隔離咧，指支槍指住你個頭嗰時，啊係啊，有敵襲啊！我望到都打死你講。跟住但係永遠個男主坐住一班人，唔知佢做乜嘢喎。食薯片咯，公務員食牛包咯，玩緊 D&D， 或者呢個應該都係上緊 Facebook 嘅。即係呢度咁就因為即呢個 U， 大家都想喺第一世代裏面 U E 單機嘅能力，就已經幾乎可以簽滅一隊男隊㗎啦。係啦，但唔知點解都仲可以打十幾年嘅，或者都係等第三代嚟揭穿。係啦，咁然後跟住係喺呢個情況之下，跟住就拜託咗即係叫做感因為今次又立到男長做男長嘅行為，就感化咗呢個聯邦軍，就讓路俾佢哋啦，就話我係水德軍警。一語說得，又出住招必殺嘅，就咁就讓過咗條路俾呢、這個歌姬號嘅所有嘅成員，就去呢、這個敵人據點打據點啦。但係打據點之前咧，其實咧揾到個班僆，咁固然嗰班僆就大家都知道就係、是、都唔多可靠啦。大家都知道軍事嘅力，即係軍事嘅科技嘅差距，所以跟住佢咧，加埋啲人嘅努力嘅差距。智商嘅差距，跟住就佢智商都冇差別啊！所以佢揾道理都係咁上下，係公斤鬥百兩。你見佢哋嗰邊有個成日永遠都係講啊阿敦講嘢啱嘅，不嬲講嚟講去都係講句對白嘅。其實咧，第一世代嘅故事裏面，其實咧要不得不提就係咧其實女主角即係應該話所謂青梅竹馬嗰位主角咧，其實都幾悲哀嘅，即係佢阿灣其實咧，你錯啦！呢套嘢所有。正官方承認嘅女主角都好悲哀，就好啲嘅，第二世就得條女啫。話佢都唔悲哀嘅，佢演繹咗一個女型秋陽舞咯。但係大家記住，最後人生贏家係佢喎，係佢陪住佢做老喎，係我正式註冊結婚嘅係。輸家啦，俾佢飛咗先贏家。肉體又俾你，精神留翻俾我啊！陪住嗰個咁嘅綠毛，仲係贏家大輸家啊！唔係咁，因為喺呢、這個喺呢、這個揾呢個贊助同埋sponsor 呢個策略嘅期間啦，咁啊，跟住佢重遇翻呢個阿 Yuri 啦。嗯，有乜得？咁喺即係呢幾日裏，即係。完全佢已經係完全忘記咗佢青梅竹馬嘅正，應該話咧，其實都係你錯啦，佢從來都冇記青梅竹馬嘅，記住佢個青梅竹馬都係幫佢善後嘅啫嘛，佢好似都唔係好熟，佢從來都唔會青梅竹馬大嘅。啱嘅，頭先衰到嗰啲嘢，即係一個年輕人，我就係話最緊要個男人等個男識得等個男人翻屋企，偷食完要翻屋企咪得咯，係啦，即係證明由頭到尾都演繹咗衰到點解咁啊？但係綠毛嘢亦都即係的確係個經典嚟嘅，演繹咗男人嘅最高嘅境界。而最抵死嘅嘢就係咧，佢嗰度係好似係傾殘，但係我喺個故事嘅核煙裏面咧，佢係從來都好似冇乜點參與過個軍。佢溝女啫嘛，唔係咁溝阿山，你呢個重要軍事論就手咧係好重要嘅，記住。即係當然被人見到咗啦，唔好意思。更重要的目標嘅時候，做人就會放棄咗你其他嘅目標。我明顯呢個人幾識分輕重，我哋嘅人類嘅未來倒喺佢身上，幾咁可靠？呢個救世主啊！呢啲就做人好緊要嘅，知唔知啊？咁啊，最終就即係到阿主角佢哋出發去呢、這個呢、這個基地啦，去U E 嘅其中一個嘅前線基地啦，打地點啦，係啦。咁啊，咁好不幸地啦，咁啊，其實我唔知點解，我真係唔知點解，第一世代嘅宿敵點解要捉咗阿 Yuri 去咧？我依樣嘢我一直都諗唔明。唔係話佢話超能力，又唔知拉佢入 X 能力啦，定好似周街都係喎。喺 Yuri 裏邊，好應該係 Yuri 嘅軍隊裏面係大把啲有 X 能力嘅人喎，有幾打嗰啲，又唔係咩特別嗱？你揾個正正經經嘅軍人。X 超能力者唔係好過咁樣捉條唔知咩人喺度，仲要俾架貴機佢，嗰架嘢望落起碼啲塗裝都唔同先啦，肯定係貴啲㗎啦。有乜嚟咁樣嘥料嘅？即係我嗰下真係好唔理解㗎。
你捉佢，你捉佢去做乜嘢咧？同埋就话你，你点样识佢噶？嘅嘢就又一如X 能力者又心灵感应。而最底色就系佢威胁阿 Yuri 嗰个条件就系咩嘢咧？就系话你唔跟我嚟，你男朋友就会识，但系你男朋友好似喺靠男上面，你唔系唔知啊？呢啲可能系唔同向嘅特色咯，警咩少年警讯咁咯，骗案咯。但系唔系喎，调翻转咩？唔系话你个仔而家喺我手上，我仔翻去供喎，唔系都咁样答佢咩？有咁思想清醒就唔系呢套戏啊！即系以呢个就系喺嗰个所谓嘅战役里边啦，就第一次第一世代最终决战。第一世代最终决战里边就系、突袭呢个基地啦。咁突襲嘅方式其實個戰術都非常之生硬啦，都係唔係應該話始終如一，衝就係、是、用架戰艦衝前衝衝，係直線衝，記住係直線衝，喺最典型嘅劇情，喺敵人嘅炮火就直線衝，唔係好認龍舟啊，龍舟係咁玩噶嘛，通常佢唔係好理會敵人嘅布陣或者任何嘢嘅，其實都冇所謂嘅，敵人係點對佢嚟講？唔係，其實實際上咧，真係真嘅。喺個即係所謂嘅要戰略或者戰術嘅成功咧，係即係叫做靠呢個團，即係你嗰個靠呢、這個小隊嘅戰術運用啦，你可以話係。即係大家都知道係嗰堆咁嘅義勇軍嗰堆咁嘅機體，即係佢哋嘅武器係好蒲㗎，玩方嘅。佢啲武器係完全唔能夠，當然佢哋武器完全唔能夠威脅，即係佢哋。佢嗰啲機槍，佢哋係連一格，即係講得好清楚，佢哋係連一格都打唔爆嘅，全部打爆都係靠阿白狼。AGE 同埋佢個 friend， 因為佢個大哥終於呢個 AGE system 終於都肯做多支槍俾佢哋去玩。唔係嗱，得兩支又唔知佢。我要講，我俾嗰班 war game 有喎，真係你咁去玩。因為 war game 係用 BB 彈，警察先可以揸真槍，佢揸唔慣真槍啫。唔係嗱，我要講嗱，其實我要評價下，大家都話拉個快，其實拉個勁嘅。大家要睇前面嗰啲集，由阿整重型裝甲即係手嗰集。拉哥系点样拖延时间同个敌人玩兜花园，拖啊拖，自己又唔杀敌人，又唔会俾自己死，拖到跟住出场先话啊，我打唔掂啦，换你打啦，几有专业水准，唔会抢主角戏，又唔会俾自己霸得疯狂，几好咧？你讲我咁似打 battle operation 嘅我嘅，吓、啊、高手嚟嘅，拉哥系高手嚟嘅。当然系话佢阿叔所谓嘅主角嘅宿敌战啦，就系、是、跟住就系其实几完嘅，即系佢哋两个男人，首先就冇咩深仇大恨啦，其实只系嗰个宿敌无啦啦。佢明顯係好留意主角，佢係好似期待緊某一啲嘢。可能心中可能有某啲取向咁樣。BL 取向可以好多種嘅。哦。咁啊，跟住就係為咗因愛成恨嘅。即係為咗激發，即係其實為咗激發主角嘅鬥志，就特登捉咗佢條女上戰場。戰場呢度。唔係啊，佢唔中意佢又直變亂，唔係係啦，娶咗條女，你中唔中意我啊，大佬咁啫嘛。真係嘥咗分佈又俾佢喎，比較咁樣嘥架心機。幾折墮喎，笨大角度係賣新玩具啫，冇所謂啦。咁呢套嘢就最終你話第一世代真係好無厘頭地咁樣就喺軍事力量咁完全之下，只係其實靠隻艦同埋三部可以擊得罪敵人嘅機體，就成功咁樣將佢個據點去攻入。我記得有個白好用咁嘅自爆，但係隻艦冇用，冇受傷嘅。有，我嘅名。我覺得呢個係呢場戰役裏面最合理嘅位置。喺一個科技打窩 game 要自爆咁咩？科技力咁完善嘅情況之下，你認為你能夠傷到對方咩？係唔能夠噶嘛？所以我嗰個幕，哇，好合理啊！即係嗰個肥嘅阿伯攞個肚腩撞埋人哋度，咁打 war game。但最後隻樓好似乜事都冇。因為啦，其實最終決戰內啊，敵方都有難免都搬啲巨獸出嚟嘅，呢、這個都幾全。喂，啊講巨獸先啱，巨獸先講。巨獸一定要講啦，因為最終決戰出嚟大。嗰邊係重高大嘅改版啦。好明顯都係打嚟嘅嗰只。佢話佢係原本唔係佢有理由㗎，上面都射射。佢話嗰部係原本係地上用嘅，咁而家冇所謂，頂住喺宇宙線打住先係。咁當然啦，我完全唔覺得即係有咩地上用咯，咁大嚿笨重又唔知有咩。魔法嚟㗎嘛？重高大你個係。唔係咁當然啦，即、就、係、是、你話呢度嘅，咁其實你話真正令到主角心理變態啊，真係心理變態，開始心理變態咧，就係因為最終就係惡佢條女死了為咗叫做救佢啦，你可以話係。犧牲咗自己，佢想扮娜娜啫。
想做嗰個效果，但係嗰集係完全冇 feel 嘅。跟住即係登出嚟咁樣餓咁啊！即係你唔嗱嗱妹隔離戲棚咗廿孖打咁啊！唔關事，因為喺呢度打幾碟嗱嗱喺以前舊翻咗，只要話曬十幾廿集呢度出千集，但起碼有即係有啲交集，大家佢唔係真係單純係。迷咗一個女仔，精神層次嘅交往，係精神咁有一種叫做即係唔係單純哇條女好靚正咁樣，唔係嗰種境界。即係唔係大家都淨係玩個水咁簡單嘅呢度？呢度真係坐下法拉利，玩咗兩下水啫。純粹係一個後生仔見到嗰、個女仔好靚，跟住同佢又困埋咗，咁好難令大家投入一個感情咯。都要玩咗幾輪啦。咁啊，最終其實都幾。令到主角幾運，即係到阿 Ellen 死咗之後咧，其實係好抵死嘅，就係、是、主角就承認自己其實係唔資格成為呢個救世主。我唔係救世主啊！即係我唔係救世主，我連女兒都保護唔到，我已經唔能夠成為救世主啦。當然我唔知個咩基準嚟咁 ，anyway 唔係啊，玉咩齊家就平天下，你家都齊咗，條女死為咗，咪平咗天下咯，正常啫，係咪啊？都啱嘅。咁跟住最即係佢最終佢喺呢個戰裏面發揮咗即係 X 能力者嘅即係進一步成為一個心理變態啦。X 能力者應該有副作用嘅，根據睇咗成套嘢嚟講。依一個我哋最尾先講，我哋總結最尾總結可以講。最尾總結嚟講，第一世代嘅完結就係男長同埋第一代主角衝咗去敵八槍八劈啊！太勁啦！我哋由頭不識，首先部戰艦動咗去之後。全部落晒去，我哋打開。用我嚟咯。咁部戰艦點算啊？冇人看嘅喎。有冇睇過銀河群雄咩銀河戰個群雄傳咩？冇。跟住就係將佢撞埋你啦，男嘅打住把刀衝過去打啦。打兵戰係宇宙戰嚟嘅喎。跟住我睇完嗰集，哇！龍我嚟翻山啦。呢度算啦，要即係嗱，跟住白兵戰 ，OK， 你咁你中意白兵戰啦，入到去之後，成個佢啲好潮嘅軍人。但係報警版都叫報警版，即係人哋係成個據點，你一隻男打咩白兵戰？唔係啊，你不過係嗱入到去據點之後，好似好多士兵啊，但係報警嚟咧，動曬後面唔知做乜操作機器。你都明白佢哋係一班好善良嘅侵略者，佢哋唔捨得。唔關事，你而家後殘害我哋啲主角。你有冇聽過個歌叫 Killing You Sophie？ 後面阿富呢度對住個總指揮咧，係咁開槍又射佢哋啲。又機機地自爆呢嗰班人好重手企喺度唔喐嘅係。證明 UE 係一個制度好分明嘅社會主義嚟㗎。即係總之係咩呢我嘅工作就係操控電腦咁。後面工作係唔包括保護指揮官㗎嘛。後面發生咩事唔關我事。但係冇保安人員喎最要嘅地方係。咁嗰啲人好疏好疏啊！嗱呢樣就係分工分明。你錯啦，係基於最低工資嘅原因，變咗做 CCTV 啦已經，冇食 Q 嘅。個原因就係、是、喂保安有保安嘅工作，操控有操控嘅工作，兩樣嘢係唔抵觸噶嘛。但自爆呢個走啦，但係又企喺度做乜鬼呢班嘢？保安放緊假。喂，呢啲咪專業精神咯，佢未收工噶嘛。仲有兩個鐘先放一工啊！專業失德就係可以走啦。但係呢個白冰戰嗰下，我真係正。點啊？點正法先？唔正啦，我覺得少致敬啦。我完全唔覺得。我嚟致敬。我覺得我幾白冰戰，佢唔係攞劍嗰下失敗，佢應該攞把刀，武士刀衝落去，咁成件事就正曬啦。嗱，你而家武士刀變 curve 片噶啦喎，大佬。咁第一世代就以就係阿艦長就親手就射殺咗呢個指揮官啦，然後同個僆仔講啊，哇！我覺得好似污糟你隻手。嗰條友真係心理變態，嗰條友就話。你之後嘅人生咧就係為咗復仇噶啦，話俾你聽，你之後嘅人生就非常之悲哀。呢條友好有問題，整佢咁樣。其實個男仔都有問題嘅，嗱，佢就話要同 UE 報仇，但嗰次殺得死佢就話，我報完仇啦，阿打咯，後面成班軍未打喎，你報咩仇啊你？唔係，即係佢嘅意，其實即係嗰度都有得解嘅。佢嘅意思即係話，其實因為呢個先係叫做侵入地球嗰陣時最主要嘅前線基地啊嘛，即係其實發指令要去。殺咗佢家人嘅，正確嚟講其實係呢班人啊嘛。咁但係佢殺咗呢班人。但換個霸換個角度，即係你話我反地產霸權，然後入一間 pub to shop 入邊打個收銀咁嘅啫喎。唔係而佢叫做即係佢嗰個叫做其實都係自我安慰嘅，即係佢話佢幫咗佢自己嘅咁阿 Q 嘅家人去報仇，即係佢 even 唔係話去簽嘢啊嘛，佢真係想做。行呢個報仇嘅過程，咁佢覺得哦，呢、這個報仇去到呢個位就已經完結啦。但你扯得成潭落水喎、
隨時成班成男嘅俾人軍拍處置喎，真係。責任咯，佢條條條友。佢就喂，我搞掂啦，白痴你。唔係啊，咁佢一開頭都問佢哋，你哋邊個想留低？佢冇話到佢會咁噶嘛，搞掂就白痴你噶嘛。即係你，我點知你要做翻做反到底，唔好做完反就唉、哎，我哋愛坐監啦。咁啲男點又啲啊？大佬真係坐監唔通同你一齊，唔係咁噶嘛，真係。聯邦軍都話：哇，即係呢個男長劇。個男長係呢套裏面叫做同埋白狼係少數叫做比較有正常啲正常少少嘅，即係最終就話，哇！佢攬曬所有罪名兩槍話，我其他人俾佢威嚇。當然我唔知點解聯邦，即係當然聯邦真係覺得話，我真係需要一個罪魁禍首一個 icon 嚟講啊，係啦，祭旗嘅人啦，另一個係就算數㗎啦。咁就最終主角嗰啲冇事咧，主角就話：哦，我揸啲保險公司頭，我拎去賣咗佢都可以嚇。喺聯邦軍換翻個高位，咁肯定佢之後都係。算啦，聯邦軍個腦有問題咪第一日㗎啦，即係。由下一節就帶佢第二世代啦。哇！